那应该是睡吧，我看一下。娃娃？提示好小，看到什么时候？大概8点吧，不是，你那个7点。穿着很像芭蕾舞，只有想到天鹅。他看起来应该是那个，就是走钢索的人之类的。我想的抓出血。Hello，嗨，阿蛇，Hello，Hello，可以再讲一次题目吗？就是即使站着也，不是，即使睡着也是站着的是什么？他并没有说动物哦，他没有说动物。我看题目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睡着还是站着是什么？对啊，不过他并没有说动物。然后阿纳达跟瓦塔西就是你跟我，我刚刚都打过，我都不是。天鹅，白天鹅，黑天鹅，火鸟，这个实在是范围很广诶，谁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呀、啊？企鹅，作者表示我觉得很简单。ひらがなで，对啊，他就是要用日文打。月亮我刚打过了。Zuki，月亮我刚刚就打过了。我第一个想的是卡卡西，对，他是片假名。卡卡西是稻草人吗？卡卡西，不对啊，会不会有什么含义的？我其实觉得，如果是阿纳塔的话，我还蛮能接受。可是不是阿纳塔，稻草人卡卡西，卡卡西贝贝了。为什么有什么含义？影子，影子，天，连神兽都出来了。马是什么？五马吗？我忘记了。是什么？我原本以为这游戏会很恐怖，你知道吗？我连安心小毯毯都抱好嘞，结果这游戏别说是恐怖了，它根本把我脑神经都炸烂了。人，人刚刚就打过啦，Hito，Hito，伊豆刚打过上下，私。瓦塔西，烧脑的恐怖，真的。すべて、すべて、すべて是全部，不是指动物，也不是人的话，山，我就可以指很多东西啊。它提示的范围太少了。这部 RPG 根本解谜了，它本来就是一边解谜一边看故事的游戏。这游戏考智商，真的。Google 小姐先生好想知道，地球、世界还是宇宙？世界。世界、世界、世界、世界。嗯，不对，不是世界。云朵、太阳，难道是说走钢丝的人？没有这东西。走钢索的人，走钢索的人是。会不会一个名词，脑袋没日文的帮不上忙？你们可以想想看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再翻翻看。
我还是觉得阿纳塔应该是最，应该是最有名可能的。走钢索的人的日文翻译是就是走在钢索上的人，他并没有一个词。走钢索。找不到。时钟跟月亮那个房间有关吗？我也不晓得，可是没有东西可以。我猜啦，按照前面那种逻辑，他特别把站着那两个平假名空起来，会不会答案是有两个平假？我怀疑是树，树吗？树是 key。哒哒，白天？不对吧？他只玩偶，您给我刚刚就猜过太阳什么的，完全没想法。太阳什么的，太阳，他只，答案会不会是这种？哈？他只，猫头鹰？猫头鹰怎么拼啊？范围太广了，对啊，没有一个方向呢。他只打过了。我回来了，嗨，三月，欢迎回来。他只打过了啊，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提示，你知道吗？然后又是这个烦躁的旋律，啊。会不会是什么日文字看起来像是在睡觉的？先去买晚餐，好，拜拜。他说的话是反的。什么日文字可以是？那他字。上下左右月亮，好累哦，六四。超烧脑的，还是时间？几刚？几刚？对嘞，是时间呢，谁几刚？是时间呢，谁开？C 开是正解吗？BB，刚说时间的，有神快拜，天才。哎，米丘是时间，即使睡着了也站着，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是时间呐？什么玩意儿？发出声音，瞎搅啦！我完全无法理解啊！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是时间段？为什么？为何？我不知道，刚有观众猜的是时，啥玩意儿？Teapot，Teapot，笔记吗？
啊，茶壶，太难了。今夜即使睡着了，还在走动，什么玩意儿啊？同音字，他字，他字。他子，他子，时间根本不会睡觉吗？他子，时间，给我答案，问何不问问神机海螺？然后呢，我把茶壶放上去了，and then。A D B C。赶上直播啦！嗨，渡边你好。虽然似乎很伤脑筋，我超级伤脑筋。这游戏我原本是抱持着应该会，你要往前走动了，是不是？问我们题目了。恋でも前に進まないのなんだ？恋でも前に進まない。挖了，什么玩意儿？啊，它主还可以写成是经过，时间经过等于时间在流动。什么？我先去买饭了，上拜拜，好，拜拜。因为时间在走动，天呐，这游戏超级难！我这边卡关卡了1小时，我们已经卡关卡了3个小时，又来啊！我已经呆着了。恋でも前に進まない。進应该是进吧，前进的进吗？我不知道，因为它全部都 hirakana，我反而有点困扰了，完全没有汉字可以猜。麦你前面无法前进的是什么？现在安安终于露脸了，史莱姆。嗨，冰喵你好。对，我是这只，我的日文程度是这只，只是个初阶怪 hirakana kaide。I want to cry。我决定再打打看看我是不是误解什么。我打在那个聊天室，看他能不能翻成什么汉字。恋でも前に進まない。对啊，我觉得这种题目很难呢，因为恋，为什么他 恋demo 要写2次？来去买饭，好，米娇，拜拜。恋 demo。哭吧，上雅，哭吧，哭吧，哭吧，哭一。而且他又全部都是 hirakana，你知道吗？就他全部都是平假名，所以你不了解他现在是在指哪一个字的意思。哭一点么？哭一点么？他不潜，继续执行，还特意还要吃饭了，拜拜，好，拜拜。不过又是时间吧，嵇康。超烧脑的，
我都恍神了，我已经想不起来这游戏有什么的剧情是什么，你知道吗？脚踏车，题目是什么？这句就是题目。我这句我也看不懂他的意思，我看不太懂意思，而且他为什么要 call demo call demo 重复2次？他不潜，继续执行，还特意我用我的手机的翻译查查看好了。天哪，我们跨一个语言来玩这游戏已经够烦恼了，他还绕英文这样子。我查查看，我手机的这个他查出来比较没那么雷。扩音，demo。こいてもこいても、こいてもこいても、前に。我刚喷反了。一般理解的话，这句是叫他来，叫他来，不会前进的是吗？哦，对了，扩音，扩音。其实我刚才也在想，扩音会不会是这个？就是你叫他过来，他也不会过来的意思的什么东西？可是这可以暗指很多很多的东西啊。谁知道我其实我连刚刚那个时间为什么答案是时间我也应该还有很多东西也可以这么叫才是不是吗？买你是什么？是什么那？就是不管你怎么叫他，他也不会过来的东西是什么？谁知道是什么啊？影子永远站在原地。等等，如果是声音，秋千。叫他来应该是不同意思。原地玩偶，很多东西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啊。我可以写阿纳达吗？Kisan 吗？你这家伙！あなた、貴様、貴様、貴様就是你这家伙，玩偶，柴犬，叫他来叫他来，他就不来，还在原地玩偶，上牙，我年龄，年龄吗？雷。嘞，年嘞，我们拼出来，年嘞，哦，年嘞，没有啊，不是年龄，睡觉，不是卡达卡纳，它全部都是它是写对，它是写希拉卡纳，它是写希拉卡纳，不是卡达卡纳，所以卡达卡纳应该不对。是平假名，就是能想到就只有秋千，不会往前去，不会动的秋千吗？秋千的日文是什么？青春。我觉得年龄还蛮有道理的。天哪，我该不会照他这样子？我刚才答对一题，他往前了一点，我该不会接下来要答对三四题，他才会完成吧？我的天哪，光想到就不行了。秋千。我查查看，睡觉不是吗？秋千，不是睡觉会叫他过来，叫他过来吗？弗朗口，秋千应该不是，秋千它是那个卡达卡纳，睡觉睡眠，不对，Franco，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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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o，哎，
不让口是什么？秋千吗？谁开？郑杰答对了，高手在民间，太棒了！我今天全靠聊天室，是啊，听个歌纾解压力，史莱姆，真的。谁开哒哒？谢谢渡边，高手在民间有没有？天哪、啊，要是没有你们，我这已经完蛋了吧？秋千 ，My God， 得到了熊玩偶，哎，放进去吗？放着，好，放着，存档，播法。等下你头像是那个吗？小松，所以莫非你是卡拉妈子？卡拉妈子上啊，来来又来了。話すのが大好きなトークは。話す是说话吧。話すのが大好きなトーク。トーク。トーク。トーク应该是道具吧。が大好き。が大好きは何ですか？が。我现在头真的有点晕了，超累的，这游戏怎么会这么累？好听不？话说停止是懂的。